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板鞋，今天要为各位做精辟分析的这张卡牌，是我们神魔之塔跟美好世界的合作卡牌阿克亚。阿克亚，水属性的神族，队长技能神圣之水，水属性及美好世界系列角色攻击力5倍，首批消除大于等于5 combo 的话，攻击力额外提升 1.3 倍。好，简单来说，倍率就是 42.25 倍。那第三个是只能消除首批腐蚀，这一句话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因为他在第二点提到手臂消除大于等于5连击，攻击力额外提升，最后一句讲说只能消除手臂腐蚀，所以我是只能手消一次就结束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张卡牌它就废掉了，如果不是的话，那这张卡牌还有讨论的空间哦。所以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继续往下看，还是就此打住，了解我意思吗？而且只能消除手臂腐蚀，我对这句话是一个问号。哦，基本上我们以卡牌官方释出的正式版本为主。哦，那这个文字上叙述可能参考一下。哦，那他双队长的技能，双队长的队伍技能，是全歼，就是所有的腐蚀，他没有提到属性还是非属性，所以我看起来是连新腐蚀也包括在内。全部的珠子兼具水腐蚀的效果，整版兼水。第二个15秒转珠，第三个消除5种腐蚀减伤 87%， 够87。15秒转珠要消5种腐蚀没有很难，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5种，他不是说5属，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减伤，然后又有攻击的一张卡牌。刚刚提到 42.25 倍，但是至于是不是只限手下这个部分才是最大的争议。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变成是一个魔队的队长，他我自己看比较不像是攻击型的队长，因为他虽然说倍率来讲这样看起来是比八风王还高，比八风王还高，可是他如果只限手下，这张卡牌就要有的抹了，了解吗？然后接下来的部分是有提到，第一个部分我就不解释了，刚刚讲了，第二个他是以阿克亚加御剑响夜做成员的话，点击元素魔法石上的一个腐蚀，把那个腐蚀引爆，那掉落那个腐蚀以外的腐蚀，它不是随机，它是随机掉哦，懂吗？但它又多一个一回合内场上有附加其他的附加效果时，全队攻击的 2.5 倍，所以它不掉落某一种腐蚀，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我不是很确定啊。那重点是解板啊，就是解某一种腐蚀的这个功能。那如果你以会云云和真克里斯达克尼斯或者是维兹的部分，对不对？它有其他腐蚀兼具火木光暗的效果，所以你把你的队员放上这几只的话，就是等于是整版互兼哦，兼具的兼，对，整版互兼哦。它的运用上应该是要让你有一个就是把美好的队员放在里面的一个效益才会大，但是你是会是杂射队的问题，这个可能要参考一下。懂我意思吗？啊，你看这放一放就放满了，对不对？放一放是不是全部都放满了？水火木光暗嘛，水火木光暗，对，全部都放满了。哦，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一定要限美好的队员。所以我觉得有优缺点吧。系列卡牌的合作系列卡牌的一个，就是希望你放的是他卡牌了。我觉得用意应该是在这边的。那我刚好提到它是可能会变成魔队的一个概念。哦，那最后的部分主动技神光拳 7D8， 一回合内首批两粒相连的腐蚀可发动消除。那首批消除若大于等于25颗腐蚀，下回所有腐蚀随机转化为无数腐蚀，所以可以拿来一回爆发外带解无数盾，下一回合解无数盾哦，懂我意思吗？那你也可以不要让它变无数，因为它是要大于等于25粒嘛，所以你也可以控制。那另外一个技能的话是解咒魔法 CDC， 消除所有附加效果。那一回合内所有成员对魔主及机械属的目标攻击提升至3倍。哦，那个提升至3倍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运用上比较不好用啊。但是因为它已经有两个种族，已经好很多了，懂吗？就是我会 focus 在附加消除的这个能力，我比较不会 focus 在增伤的部分。那增伤部分你要看敌人的时候再来做一个运用，会比较适合。OK， 好，以上就是这次阿克亚的这个精辟分析。那复制人的话就不用看了，我是觉得不建议的，我觉得不建议。如果真的要复制，顶多两张吧，因为我可能要他的神光拳吧，首批两粒消除的这个能力。哦，因为他不一定要放队长，
听得懂吗？他不一定要放队长，那他 CD8 可以有点像是眼球的用法，但是他只有首批，要记得只有首批。OK，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阿克亚的精辟分析，我是平板星，我们下次见，拜拜。